1x4 craft search. Bam, bop, bada bop, boom, pow. Oh! 怎么这么暗呢？哦，太感谢大家了，爱你们！开张，今天呢就是我们的100万读评论，真的确实没想到会有这么多姐妹喜欢这么普通的一个我啊，真的是直到今天啊，我都觉得像在做梦啊。这个话题我们不能说深了，说深了我可能会哭，我不想哭。今天真的是一个值得大喜的日子，所以我们今天来啊读评论，读评论绝不逃避任何问题。我不想听的啊，我直接喷，开玩笑的，开玩笑，怎么会喷你们呢啊，老婆，老婆。点赞最高的一条呢，你喜欢小龙虾吗？我就知道你们这些小坏蛋肯定会提这个梗。是这样的，老婆们，是不是今天给你们老公我爹份儿了？甘子期他跟多少个女孩子合拍过，说了多少这种话？哎，你们咋就觉得我动心了呢？咋的？我们缺男人啊？啊，我们这么缺，我们这么馋的呀？我们，老婆们，你别再给老公我爹份了。男人的嘴，姐妹们不要轻易信，不管是对谁说都好，不要轻易信。永恒一个道理，跟你们说多少次啊，你要跟我大声说出来是什么？什么？对，男人没一个好东西。我不要老公，我只要老婆。够来形容我们的默契，骄傲扶持与包容，老婆老婆。然后第二场就说可不可以教他一个怼人技巧，然后不带脏。他说最近骂人骂不过，输出全靠吼。高级一点的阴阳怪气永远是最屌的，但是如果脑子实在转不过来的话，怒火冲到了你的太阳穴的话，重复三个字，买个表回家练语速，练到一秒钟可以说三次啊，可以骂，可以骂，可以骂，知道吧？用你的声音直接盖过他，他就没有办法流畅的说出自己想说的那个话。你可以直接打断他，让他变成个结巴，他可能就是必胜。第三个，感情史，2年加大半年，我已经快3年没有谈过恋爱。人的记忆没有办法保持那么久吧？忘了爱，不吃爱情的苦。哎，3年没谈恋爱以后啊，这个心啊空了，就直接空掉了，特别舒服，特别宽敞，自己一个人就是跟自己独处的那种感觉，特别棒，完全不想谈恋爱。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公司的其他？你们想看哪个帅哥？甘子期，你们还现在还觉得帅呀？看了那么久还觉得帅呀？宇豪挺可爱的啊，小江也拍过了，我们是都拍过了，我们公司就那么几个帅哥，你给公屏里面打出来，打出来谁名字最多我就去找谁拍，不就拍个片儿嘛，真是的。然后有一条很温暖的，他说每个人都有累的时候，不开心生气的时候，希望 W 可以把我们当作朋友，多录一些日常，开心不开心都可以讲，我们永远是你的后盾。穿蓝黑，虽然我是极少数时间就是会不开心，但是确实我会不开心，但我觉得我可能永远都不会跟你们讲，因为我觉得有些情绪吧它只能自己消化掉，但我如果跟别人讲的话呢，就会影响别人的心情，负能量永远比正能量传播得更快。就这些话说的确实让我觉得很温暖，很温暖，就还蛮感动的，但是我还是不会那么做。希望大家来看我的视频就是开心，就哪怕有一些不开心的事情值得分享，那我一定会调整好了状态，用一种比较轻松的角度去跟你们讲这件不开心的事情，就起码我得找到化解这个不开心的方法，我才能告诉你们这件不开心的事情，要不然我自己能把这种不开心化解掉，你们要是化解不掉怎么办？是我传播给你们的，那我多大的罪啊！我真的、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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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 W 早期做土味的作品有没有？有，就在淘宝上面有很多，我不知道大家想不想看，如果想看的话我就去找一找，看能不能找一个合集出来，真挺多的。我演了妈妈，演了坏姐姐，演了绿茶婊，她太多了，全是坏女人。我也想演女主啊，怎么了？还每个女主梦啊？我总是吃不胖，我想像 W 一样有福气，该怎么做？真有你的。我面对恶评或不好的评价如何调整心态？没办法，一定会有人骂我，不可能所有人都喜欢你，对吧？就是你在生活中一定也会听到有人在背后说你坏话呀什么的，一笑而过。那么多傻逼，都傻逼，就叫这么想叫玩儿的都是傻逼，没有什么好计较的。他根本跟你不熟，然后就在那边说你，在乎那些不熟的人干什么呢？然后就是问我达成百万的感受，还有未来的规划之类的。感受呢，就是大卡斯耶啊，就真的不是凡尔赛，就是觉得我没有做出来什么，就是让我觉得我特别骄傲的那种作品，然后会在想，
自己配不配得上，但是总体来说还是特别开心特别感动。好，不说，哎，不要说这种太煽情的话题，我不要搞那么煽情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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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规划嘛，我没有什么规划，我只有新年愿望，就是我新的一年我要学会干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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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整个我人生的职业规划没有。那今天读评论就先读这么多吧。最后呢，就是我想说，会看到很多人跟我留言说，在就是心情很不好，然后甚至是有点抑郁的时候，看到我的视频，然后觉得会好一点，会开心一点的时候。我觉得可能就是做视频的意义也就这么多了吧，就是抑郁也好焦虑也好，这些事情都很正常的，不要因为这些东西去责怪自己，不要觉得自己为什么调节不过来就是自己的错，千万不要这样子想哈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姐妹们，就是不开心嘛，不开心大家都会有的，会开心起来的，所有的事情都会好起来的，别去钻那个牛角尖，别老去想那些不好的事情，明天又是新的一天，你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，不开心的时候就看看搞笑视频，你看我这么长时间我都不断更啊，这个时候可以夸夸我啊，这个劳模，就跟我的这些个宝贝们说一下，就没事的时候不要哭，女人都是水做的，哭多了就不美了啊，不要哭不要哭。现在这个视频呢，最后将会作为2020年的最后一个视频，非常非常的感恩我在2020年的最后一个月终于达成了100万老婆的成就，谢谢你们老婆们，新的一年一定会更加努力的做视频，那我们就在此立个明年的目标吧，脱单这个事情不管了啊，不需要了。2021年，我要更新100个视频，我要把我自己刻进你们的生活，让你们总能看见我，总能看见我，总能看见我。2021年，我一定要办一场线下见面会啊！当然，这个具体还是得看疫情的情况啊。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。然后第三个目标呢，订阅量到150万，比去年的目标多了10万啊，还是蛮有事业心的，好吧？女人当自强，哇！你看这个，我这个圣光照的我，女人。当自强。好了，姐妹们，我们明年见吧。虽然只有3-4天不更新视频，但是你也可以想我呀。拜。对了对了对了，之前答应大家的那个100万福利，满满一大箱，全是准备送给你们的东西。当然了，这些只是3等奖，还有1等奖和2等奖。为了像上次一样，就感觉能中奖的人太少了，所以这次还是设定的比较多的，886。